月六日，电影《使徒行者二：谍影行动》在酒展举行首映礼。嘉宾重量级嘅，我哋嘅戏入面嘅超级主角系一、二、三、五。点解播中幕嘅？喂，大家影张相。三大影帝吴镇宇、古天乐、张家辉，监制乐意玲、刘伟强。导演文伟鸿、钱嘉乐及一众演员均有到场分享拍摄点滴。一脸通红的古天乐今天带着发高烧的身体来到现场，他坦言确实有点严重，站久了好像要倒下的感觉。阿古仔，其实你今日唔系发烧，好似话你今日有啲唔舒服。发烧？对。所以你还在问呢？他已经病得很厉害，我快倒下来。台籍电影奔赴西班牙及缅甸两地拍摄，振宇和家辉表示最喜欢还是留在香港拍摄，毕竟香港是自己的家，拍起来有亲切感。不过也真的非常感谢缅甸、西班牙当地政府的全力支持，甚至动用了军警全面配合拍摄。说到动作指导，钱嘉乐今次用合理活的手法进行拍摄，所以镜头都是一镜到底，拍完后再逐条剪辑。古仔笑指合理活是同时用六台摄影机拍摄，而我们只是用一台机拍六次。回忆拍摄往事，吴镇宇表示主演之间合作得非常开心，但唯一遗憾的就是自己没有随同剧组远赴缅甸、西班牙参加动作场面的拍摄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